中央开除那个王世坚跟高嘉瑜的党籍，因为他们一直用不实的言论误导社会大众，所以他们两个不开除哦，党没有救了。现场的各位大哥大姐都是深爱民进党，跟我一样，很多人骂我，我听到了。谢谢，我们民进党就是一个大名大放有不同声音的政党，也有很多的支持者一路上给我加油。今天早上我也去市场走了4个多小时，我是每一个市场一个一个跟大家聊天，有支持者抱着我哭说，看到大家这样骂我，他都艰苦的，他也看到哭。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支持者彼此撕裂，彼此分化。民进党是靠大家的努力才有今天，所以我们很感谢大家都是为着台湾，为着民进党，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虽然有不同的声音，但是我们都会反省检讨倾听。我在这里是最资浅的，但是我们努力的在基层去聆听更多不同的声音，替民进党争取更多的支持。大哥大姐千万不要激动，身体比较重要，你们不要再生气了啊！你们对我不同的意见跟你们的声音我都听到，你们很有活力，就是要用这个活力继续支持民进党啊！好，谢谢大家。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是因为民进党愿意给年轻人机会。高嘉瑜在民进党没有派系，没有背景，没有资源，一路以来很多的民众给我机会，这就是民进党的价值跟精神。赖副总统今天参选党主席，也是为了栽培民进党的年轻人。我想我会继续努力为民进党加油，祝福大家，谢谢。建昌议员昨天是在现场嘛，哈，那我先请教哈，因为比较特别的是高嘉瑜为什么会有一段哦，大家喊他下台下台，背骨背骨哈，这个场面其实是他正在走进去的那个过程嘛。那我请教哈，你可不可以帮我们还原一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经过啊？喜安庄下人还你要给动啊？这个我认为前提我知道有一个叫笋壳椅啊，我不知道，我昨天晚上知道有一个背骨椅啊，哈，背骨椅啊，我知道我们曾文水库有很多这个笋壳椅啊，笋壳椅啊，但是不知道这个背骨椅啊。其实我认为这个我还是不得不佩服高嘉瑜委员了，哈，因为他跟我同选区，我跟他相处有十几年，甚至于从大学时代我们就认识到现在，哈，到大学时代就认识到现在。不得不佩服高嘉瑜的身段，所以今天的媒体上面有人形容高嘉瑜委员是戏精啊，就是演戏的戏精的地方。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其实这种场合其实来是应该的，因为你是台北市某个区块的立法委员，所以你区域选出来的，昨天不分区在台北市的都有到现场，但是他来这是应该的。但是在这个情况底下，他应该知道来他会面对什么样的言语跟场面，但是我认为他是戏精，是这样子，他就堂而皇之光明正大的从所有的摄影机那一排的后门一直走进来，好像大进场一样。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演讲会不是我们导开搞都有从后面中间穿梭到舞台嘛，主角的时候啊，哎，有主角搞的时候，人家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摆波，他就是这样一个身段，他就是从就是光明正大的从中间这样子挥着手挥着手，装着可爱的脸，然后走上他的位置。我认为这是他精明的地方，因为他昨天这一个动作，所以今天我们有政论的节目都会播出一个时段来讨论高嘉瑜。这个真的实在是你不得不佩服他。啊，那我请教，你怎安那里去的？我也是从后面啊。啊，那你有大进场吗？哦，不用啊，因为他这个前提，他知道他势必会成为所有媒体瞩目的焦点，所以我如果我是他今天这样的样态，怎样入也叫美威，我会跟在赖清德后面，就直接的入，还是我因为有两个门嘛，你会从前门
走进来就开始就定位，对，他是从后门经过卡梅拉那里，从中间这里拐一个 L 型，然后到他的位置，而且他走路的速度很慢，哎，对对，所以这个是这样一路飘过去，这个是你不得不佩服他的地方，不佩服他的地方。我们昨天所有的民意代表哦，议员、立委，我算一算有17、18个在现场，17、18个在现场都没有什么曝光点，也没有什么媒体的焦点，我们就乖乖的，好像乖学生坐在那里，但是人家他是成为一个瞩目的焦点，就变成这样子，人就是安尼选举的。你就讲少年人哦，莫学这啦，那学这倒是讲起来无正义，不是啊，被骂也是一个好的新闻吗？啊，对，被骂也是一个好新闻，你还目前这个时代已经这样子了，有声量，有声量总比默默无闻还好哦。我告诉你，我再举两个例子，这是我在选区里面的观察。他这一次选进立法委员的时候，他总部成立大会。我们有几个议员跟来宾都去做助讲的，我告诉你，他的竞选场合的总部成立大会不超过150个人。然后去年应该是前年吧，我们前年四大公投每个公职要办公投说明会，我告诉你，他的场合记者来的比他群众还要多。真的，记者比群众还要多，比他动员人来的还要多，就是说这个不是他的重点，不是他经营的重点，但是他会经营媒体。我老实说，要欣赏人的优点，他的优点在哪里？其实在我们的选区里面，他真的有跨越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这个省级，不同的这个性别或党派关注他，欣赏他。他到一个场合里面，他要唱歌，你叫他不要唱，但是他即使声嘶力竭，高音唱不上去，他还是故意给你摆唱上去。然后我们所有的民意代表等在那里说啊，鸡在叫，鸡在叫，鸡在叫，但是他还要，但是他就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留下来。每一场他就唱那一首歌，唱第二首歌，就一直这样。他真的很厉害，不得不佩服他。